对我来说是一个习惯，少接触所笑，少去联系，少去熟悉此事，少去磨练你的技能。我不再是以前的我了，不断向以前迈进，回到曾经的我。嘲讽的声音总是在我耳边响起，我会改变吗？我有才华吗？但我有一个执念，痴迷于我最喜欢的运动，是篮球。篮球改变了我，周末的懒惰和享受生活开始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可以赢得很多比赛，因为我很放松，时间都是备成为始终如一健康的时期。我从十一岁起就开始接触篮球了，并因为我的亲密而研究它。然而 COVID-19 病毒来了，挡住了我的脚步，我哪儿也顾不了。只是在学校我们也必须在家学习，因为这场灾难，我变得懒惰，并斗够年了两年。我的身体开始上的体重达到了113公斤。我的朋友们中是会叫我有胖有瘦，这让我对舍弃的生活感到难过。然而如果没有改变还有什么意义？我已经尝试了所有的运动，但战绩不是会是让我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懒惰。咒骂和侮辱让我热衷又改变，记得我对篮球的痴迷，这让我盲目抵不住学习和上网课。只要专注又改变舍弃就可以了。我的父母对我争执不到很生气，但当时我并不关心。我关心的这是我对成为一名伟大篮球运动员的机密。每个下课日我都会到课继续练习，不管玩笑如何，我的说法其实都是错误的。梦想着一些非常崇高但可能难以实现的事情，为了不确定的事情而牺牲时间和最亲近的人，但我依然痴迷于篮球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的篮球打得越来越好，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健康，但除此之外，我的学校成绩也越来越差。我在老师面前被贴上肿瘤的标签，让我意识到了未来，并且想要专注去学习。但一直有一天，我在学校上不待三场，我开始熟悉事情，以便能够管理学习和篮球之间的时间。日子一点点过去，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，我的肚子和脸开始变小，这让我充满了继续练习以取得胜利的热情。我努力训练以实现我的梦想，早上5点起床，和朋友们一起做体能训练。我打了几场比赛，
我们总是输，因为失败，我才能学会变得更好。虽然很累，但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。我在乌达亚纳大学校长书记的光国新活动总书记获选，我笑容获第三名，并不及有几我技术对比赛充满渴望。有朋友们一起在各项赛事中获得胜利，胜利让我对比赛充满渴望，让我更加着迷。只是打篮球我也能赚钱，人们看到我现在的状况感到震惊。我只能说，吉米打败颠覆。